中国我所采取方元好文自我文元好文，我喜欢你的名，不愿沉默，也为你的生死着迷。你一生受益其举，先是五代十国中韩的首名，后被宋朝所灭，也许该用改方一词。站在大宋政权的一面，然而赵家人的手段是如此残暴，焚烧绝学，屋瓦烂废与建筑，烽火绝于大厦门，把有千百年历史的晋阳城彻底摧毁。于你而言，当然要保家卫国，打击金流者，直到投奔金军，跨上战马。帮你复仇者就是你的救星，何为正统，何为胡来。作为金朝不幸的滨州人，又过上了山川带群仆，鸡犬兼生平的日子，并重建了晋阳城。不幸的是，在一个多事之秋、时代巨变的时代，很快蒙古南下，金宋俱灭，你又过上了国破家亡、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直到战火过去，天下太平，又回到了故乡滨州晋阳城下，一生历经受朝，几度兴亡。然而直到暮年，你与当地百姓都无法从宋灭故国那场屠城噩梦里走出来，至今父老哭相天，死恨河南往来苦。河南代之开封北宋政权，元好文也给我疑问：我们为什么要认同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国家政权，而不在故乡寻找归属感？